听说有人号称是台球界的拉杆王，今天我们去会会他。这位就是号称拉杆王的东东老师。东东老师，我见过太多的高手了，就是敢自称为王的真的没有几个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杆法不快，还有谁？哎呦我去，这么牛，那上台一给我们展示一下吧。单手两库见过没？我不信。好牛！我再打个拉杆。这个就叫专业。好。这个就对了，这个够低。我们讲你要把发力打好，首先第一点你要知道你不能用力的去打球，而是要靠惯性去打球。你把杆握得很死，随后呢你回杆的时候很用力，把自己的手腕弄得很死，你一出杆你的臂就动了，那就说明你在用力打球。那我们说改正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，随着你的小臂的摆动，手就跟着摆动，出的时候很放松的，小臂先走，手腕带动，那我们把小臂速度提上来，就会有一个声音，大家仔细听好，听着声音听到了吗？很放松的，你的杆速就会不断的提升。听声音啊，记得要听声音。对，我试试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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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